我邀你。哎，干，你怎么离线啦？靠杯哦，快快点，不要看妹子。快快快快快！缺什么啦？为什么是辅助？我辅我辅。是是是，跟你讲，我要打一个没有打过的。色匪师为什么变那么帅啊？我靠！真抄袭我，真抄袭我。你说操作吗？没有，他的脸。不会啊，很帅啊，整形成功啦，各位。我现在来选热门推荐啊，干嘛？大神推荐跟热门推荐哪一个比较好？喂，理我啊！快点快点，玩什么？完蛋，我是四秒了。大神推荐好就你了。我跟你讲是斩杀啊 ！Oh my god！ 谢谢大家，我的手速。我以为你带到斩杀。没有，我的手速天下第一，好吧？不要睡着了。哎，靠背怎么有传说战场的？传说战场，战场。完蛋了，我要被嘴炮了，我就喜欢被嘴炮，知道吧？形影不离，什么是形影不离？就像我跟你，我对你就是形影不离，知道吧？你玩寡克啊、喔？下面那个这么切哦、喔！不要，完蛋！下面那是，等下海牙为什么会死？以我之前版本的理解，海牙是可以单走的吧 ？I don't know， 我要去偷中兵。哎、欸，可以盘他，这个可以盘他。盘他盘他盘他！哦、oh, nice, ，这个勾 ，nice 哦、oh, ，nice，Oh my god 的、nice, ，我超强，几年不玩的人、nice. 还是一样啊！哎、欸，夸克要单杀他了，完了完了，欸、没事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我亲阿兵，我亲阿兵，优秀队友啊，我根本就优秀队友我跟你。那个战场传说会靠背你、啊，谁战场传说？一定是我啦，瑟斐斯，瑟斐斯，瑟斐斯战场传说。哦，有了，开始生气了、哦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战场传说生气了，战场传说是，哎、欸，他被打死，他被打死。好，他现在要下一个换嘴炮我，你知道吗 ？Oh my god， 太爽了 ！Oh my god， 调一下，哎呦！啊，他靠背你，他靠背你，他生气耶！他问题怎么那么多？他是闪我，冲他闪，他就死掉，他觉得愤愤不平啊，知道吧？他的手是那个椭圆式，就是为什么他一开始走？哎。他自己要出去打、欸、怎么大家都来了？等一下，帮我，帮我，帮我！他是觉得埋造，帮我，帮我！哇！哎、欸，靠杯！妈，给我！白痴啊！哎、欸，我就要退哦。好了，我抢到了，我可以死了，拜拜！我已经把魔龙打到了，我已经尽到我的那一份心，你知道吗？那份心。没关系，他你知道他越闪我，我就越要死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让他吃到一波兵，这样我等下直接把粉丝都卖掉。我经济是第一名。他好坏啊、哦！他怎么那么凶，一直按你耶？他是不是很喜欢你？然后他现在按阿莱斯特了，不知道怎样，还是他想要点你，然后点到阿莱斯特？阿莱过来，收拾头太大这样。他战场了吗？他战场，我真的是觉得这游戏为什么战场？这游戏坏了，应该不是他吧？你是谁啊？是我。不是我刚刚可以勾。他干嘛？这罗要干嘛？这罗要干嘛？不是，你知道？三小啦，他抢我头！这场子不错哦。哎、欸，他哎、欸，我打那么久，他直接给我过来丢个技能，就他的了。他的那个他对那个我们海牙战机是真的猪头皮，那是他身高是不是？啊，完蛋，我被洗脑，我要没了。不是啊，是塞欧娜啦。Oh my god！ 要干娘，我快要打干娘，我快要打。还是那个社会我陈哥最棒。果然是陈哥，果然是陈哥都不讲话，你知道？真正强的人，他是完全连动嘴都懒得动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我要单杀他们俩，我要把他们两个打死，看。我来了，我要支援了。我才是那个。社会我陈哥，救你救你！哎、欸，干你啊！没事没事，你打你打，我把那个射手勾过来。哎、欸，刚没勾到，我丢勾那个鸟，看你老师。快报仇！我要报仇！没关系没关系，可以换掉两个。社会我陈哥。哎、欸，你不会打输他吗？怎么可能？你太小看我。哎、欸，他变高，他又变高，他变183了。哦，183了，长高了，长高了。他一变就可以变成太幸福了 NBA 球星了。他等下死十次就变成那个1000多公分。哇操！他继续死的话，他就得去那个跟101比身高。101，我来了，我有跳，我有跳，我可以跳一个人。啊啊！结果跟我们不需要我这样。他勾啊勾啊勾啊勾一个勾一个。北七哦。快快，你们夸克他一决高下。不用不用，我会跳舞，他。就输了，你看我这个他妈，我直接赢他不到。我操，你们的社会我妈头屁！哎、欸，陈哥很强，哎、欸，陈哥很强，不像那个凯，那什么鬼凯，干什么鬼？在我的游戏里面是不允许投降这件事情的吧？啊，好险呢、哦！我一开始去清帮忙清中线，还是现在版本不能清中线。我要支援了，我要支援了。
哎、欸，白痴，我们抢到头了！刚是他妈、欸、哪个人抢我头啊？那个有人在下面单推。他死掉啊！超闹！我把他勾过来，欸、然后他就被打死。哎、欸，结束了 ，nice！ 我把那个龙勾过来，把他打死。好爽啊！我把那个宝石，我就要。我要再来打野，我跟你讲。像是那个西路卡，我就会保他，因为干什么？他是西路卡，西路卡前期就要发育，因为那海牙机动性那么强，然后还在那边被打死，哎，真的是没救。嗯，我要打奇罗，知道吧？养乐多，养乐多不是那个骚扰你那么难的吗？白痴哦、喔，不要讲出来了。喂喂喂喂喂，拜托好不好？拜托让我帮忙清完中线，虽然我点到二技能了。别躲着我啊！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这个我不能，我要上床了。我就帮中好了。你还帮我啦？啊，你这帮。我靠，但很强哎、欸！我也很强啊！超强哎、欸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跟你讲，打起来。陈奕迅打陈奕迅。哎、欸，我勾到陈奕迅了，过来，过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啊，你人呢？我在路上啊。我想要跳舞给他们看。三笑，他直接，哎、欸，他直接欣赏你的，哎、欸，完蛋，你完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完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在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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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控到他，我控到他，没事。哦 ，Oh my god！ 我跟你讲，他刚直接欣赏你的舞姿，欣赏到直接哇塞。我没勾，我没勾，我没勾。哎、欸，奇罗应该是可以进去吧？我勾，我勾一个。啊！白痴，你把他勾出去，还我没有射到他，妈的！哇，他超强哎、欸，哇，他超强。Nice assist。怎么都不说我强、欸？他超强哎、欸！我嘞？我超强哎、欸！你说我吗？啊！我差点没、欸。你知道你叫的越大声。我就活得越久了。没有你怎么叫，你还是没有，我是活下来了。就因为我刚好大叫，你知道吗？大叫是一种信仰。你为什么不称赞我？你知道我现在很像那种抖音上面的绿茶，然后就是叫小哥哥称赞，你知道吗？小哥哥，你为什么不称赞我？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我要跟那个曾志伟打架，那个小哥哥。搞不好人家是女的，你没想过？啊！我真可怕。不行，我不行了，来。我秀爆全场，跟你讲。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们的爱，我明白，已变成你的负担。超强，跟妈的跟鬼一样，我操！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，最后的温暖。Oh my god！ 好，交给大家打啦。没勾到，完了。你们不需要我，交给你们了。曾志伟很强，曾志伟很强，大家兄弟，快点，快点过来，我把他勾出来了。Oh my god！ 继续。你想当我的射手吗？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而中午的阳光都没你啊。我现在很想尿尿。你会被抓包，这场继续。安啦，我胃疑耶。加油。我想尿尿。看北七哦，这不能反，这个不能反。我操，他真的要反。不是，为什么他们魔龙都没支援啊？刚才那波魔龙来支援，我们就直接完蛋了。没有，他们都在下面，他们稳稳的。快点，你们加油。我已经把他们消耗到残血。为什么你？对，快点把那个勾出来。现在怎样？哎、欸，我勾到他了。Nice、欸。我这个我打这个打这个，我有大我有大。对啊，我哎、欸，他把我推走了。啊？没关系没关系。在干嘛？中路在上面。我在支援。欸、他怎么样？我就可以打他。打他打他打他，他跳回去了。他死了，他瞬移耶，他刚刚瞬有料哎，我刚没有料，喷出去那一刻他给我瞬走、欸，我直接那个踩地板他就没了，那个卡莉在干嘛？
猴哥呢？我还以为他在讲那个社会我陈哥。来，陈哥很强。打那个。欸、他怎么过来？呀，不是那个朗博在干嘛？爱恋你。不是那个朗博在干嘛？他干嘛、啊？不是他那个，他直接过来被我踢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吧？我不知道。你、欸、这什么操作？我来支援了，兄弟们，我来支援了，你们需要我，兄弟们。哦，我干，我是瞬移。兄弟，我是瞬移。我这个瞬移，我真的是我自己都爱上我自己。Oh my god！ 干我他妈根本章鱼哥。我想尿尿，我想尿尿。I want to pee pee. I want to pee pee. I want to pee pee. 干我的一个细节解控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一个背后输出。我操你妈！完蛋了！我走了。完蛋了！完蛋了！谁可以救我一下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谢谢，谢谢。我刚刚有点在旁边跳舞，看死！想这个卡莉才不会见死不救嘞！他妈怎么会有毛病？哎，我就要退了，我退了退了，没血没血！我在封招，跟你讲，快点，我帮你还。哥哥，我还要还，我还要还，再来再来再来！电话，来来过来，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！哎哎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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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我很讨厌吗？我看起来很讨厌，我怎么会追我？他们直接追了一半地图、欸，哎，超好笑。我有五颗头、欸，哎，为什么他们经济那么低 啊？他们经济超低、欸，哎，看我宝贝他妈，我靠，我靠，看他，我旁边吗？有鬼啊！他血，他血，对对对，还行。过来过来，打死，可以死可以死。那个大跟他、那個、God， 跟他的人喂，好的好的，我打那么久、欸，哎。我按那么久哎、欸，气死我了啊！干我超屌哎、欸，拜托！他没有那么聪明。啊！顽皮一下，顽皮一下，顽皮顽皮，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猪头猪脑袋 ！Oh my god！ 我超屌哎、欸、！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啊，清波兵啊，顽皮一下！阿甘尼亚空大，哎，这轮的呀！还不认家，还不认家！我想尿尿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哈哈哈哈哈 ！Oh my god！ 干我的手超搓，他们直接完全打不死我。杀小了，他打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超级兵，超级兵的威胁已经比较大了。刚那朗博你知道这是什么挑衅的后果？大家不要挑衅，知道吗？嗯，大家不要挑衅，这就是挑衅别人的后果。谢谢大家 MVP 本人啊，听说我叫洛尼，好尿尿时间 ，Very good。